它非常喜欢我们广州的气候，而且它生命力非常顽强。我们越秀公园呢是从越秀山开花出来的，然后呢它就山坡里有很多那些风化石，但是它依然能够在这些恶劣的环境那里茁壮成长，像这样开出花朵，所以我们现在都大规模的在种这种景观，形成非常漂亮的景观效果。